来把泽拉斯，来教你们个小技巧。泽拉斯上来第一波怎么耗血是必耗血的，站在这里等对面出来学个 Q， 然后放个 Q， 等他不动了直接一个 Q， 这是必耗到别人血的，即使飞科来了我告诉你都会让你耗到血。中，正在向你招手。我已经知道这个狐狸到底怎么走位的了，我差不多已经知道了。从今以后我的技能都是必中的。这个人就是一直往左走，我差不多已经知道了都。你干啥呢？扣一下。哎，这都能打着我，平 A 炸，吃个药来，三二一中。炸一中，平 A W 炸，平 A 一个 Q， 王者来了，都闪，我闪现，一中 U 降普 A 降普 A 这一下加回蓝 W 减速，平 A 一个 Q 往里插眼再 A。难受，打不死人。我刚才要带点盐，这个狐狸就死了。先来一个这个，再来个水小药瓶。但我如果带点盐，我后边肯定生存能力特别垃圾。黄子突我，盖子过来，日女直我，狐狸突我，我们就基本上是没法玩了。除非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走位啊比较的自信，但有的技能我走不了。来，继续搁这耗他一波血，中，炸，狐狸比较喜欢往左边走，炸，一中，这也能打到我，我操，解掉。来了，武器大师，中，中，一中，炸，平 A W 炸，这波有点傻逼了，我真是个傻逼。就这个狐狸这个E技能能中，是真是个傻逼。你不没了吗，小老妹儿，在这里回城。开心吗？
哎，回家865，哎呀，钱不够啊！他已经遗失的章节了，俺们还出不出来章节呢？那我只能出一个杀人界的了，没办法。上路啊，我一瞅这皮的样儿啊，我就感觉够呛。炸W走位异动 Q 一下给炸兜兜兜哟中杀我炸死为什么把我蓝拿了？你拿这个蓝干嘛？你跟我说一下子。我会让你解释一下真正的魔法。这皇子可能会过来诓我。击中，炸！永恒的边缘上，没关系，他杀不了我们。我们主要是 Q 兵啊，这一波，这波我们蓝不够用，想杀他费点劲。走了，回家了。遗失的章节，来个章节，也可以不来章节，算了，还是来章节吧。这钱呢，太尴尬了，这钱，哎呀，这钱不出章节也没啥好出的了。下路尿一下试一试，算了，先把中路线推了，先插个眼，看皇子来没来啊？没地方去呀，这英雄不太好去赶客。W 炸中，中车你补不补？你得补吧。我拿大招杀他不合适。这人有大招，容易给我躲掉，也不能容易吧，只要他不傻逼，他100%给我躲掉。来，去上路尿一波，兜兜兜哟，好厉害的走位，哎我好厉害的走位，老盖轮着你等着啊。1W 零 A，Q 一下，净化解掉闪现走，插个眼儿，死。1W，炸。再炸，回家了，一壶泥。炸！
炸！是啥？可以啊。嗯。咋的了？你说？那你送的老些，我还不能拿两个了？我怎么？我四杠一不配拿个人头呗？这玩意儿了，你说？你说他一个一杠六的，我一个四杠一的，我们拿一个人头咋了？咋了？不行吗？谁有能力的谁拿，对不对？我超然于凡尘俗世。你看我给你人头你值钱了完事你就死的，那这是那这咱肯定是接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来打个蓝的，炸他一波，中再造，跑得挺快啊！死，走，走，真能穿呐、啊！这老狐狸这么能穿吗？这怎么回事？那家里头怎么全死了？全死了！我会让你见识真正的魔法。这，我就说我带个净化吧，还好我带了个净化啊。这塔我也不敢推呀，我不太敢推这塔，我说实话，因为我没有闪现，我要有闪现我就推了这波。我不推了，我不推了。我们要是死了，就游戏结束。我们一定不能死。炸！耶 ！W 炸！你还指我？再炸！耶！炸！打板溜！保着我！盖伦走位不错呀、啊，像他这种螺旋走位，我们就随便放吧，这技能这都无所谓了。他螺旋，我们也螺旋。我看你很喜欢螺旋走位呀、啊、OK 送了不错，看看下路能不能尿一波，不行，这皇子尿不死，算了回家吧，算了下路收波兵，打反溜大闪现平 A， 他怎么还有大呢？我不记得他有大招啊，这黄人怎么还能有大呢？刚才他杀火蓝，我记得他把大放了呀。
他没给火蓝吗？那我记着他放了呢，我记着的，记错了。来个发电机吧。兜兜兜，哎，炸，奶师兄弟，我打人好痛啊，真的好痛。我们的神装就是世界专注外加杀人鼠，这是我们的神装。魔法的秘密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左边插个眼，省着死了啊！炸！王者。从后边突过来确实没啥办法，说实话。来对狙，别跑，炸，一中，再炸走位，这皇子要死啊，越打杀人打不了，炸炸炉仙，来一中打不了也没中 Q 中，真猛啊，真猛啊。来个世界专注，这波说实话走位有点靠前了，薛威，薛威是有点靠前了，没太搞好。让日女给指了，不过我世界专注了，还好我没有杀人书啊，杀人书我们没掉。来个远见改造，小龙对面也一条，可以接受。这波刚才应该打赢的，我没玩好。刚才如果是职业泽拉斯，应该是能都收了。没太玩好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兜兜兜兜，这皇子真肉啊！我是个尿，我尿到了他仨，人家没死，血手触发了，跟我。我超然于凡尘俗世。我才发现他们家是不是少个人，狐狸挂机了吧。赶紧把中塔拔了，回家。这波对面应该打不赢吧，这波对面是三打三环，可以，这为人起来就好办了，不用我们一个人这就好办了。快走了，皇子来了。我看到了让宇宙连在一起的力，那皇子太克我了，这英雄我的没闪现我都不敢动，我一动我可能就要死，我都没法动，我就只能在中路，我都塔我都不敢点。如果对面是那些什么狗熊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一点我都不害怕。真正的魔法，回家。梅家的窃魂卷，
我无敌了，还。到时候就我来消耗。可以控制我了。我有双招，来吧。这盖嘴要干嘛？这盖嘴。这盖嘴要干嘛？没意思啊！维恩死的是真惨。这盖嘴要干嘛呀？兜。来，最后一个走位，来，我等着你走位。好难啊，这家伙！哎呀，我这真是刮痧。你还不给我死？我这都打不死吗，兄弟？那杀日女吧，都没回来。快救一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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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的妈呀！这两个人啊，又得跟一坨城墙一样啊！我天哪，这又得，这太又了，这俩人。我的天哪，我得赶紧出法杖棒了。不是换神话吧，这跟神话没有关系。人俩一个杀十个，一个杀八个，一身的大魔抗的，你再无限打人疼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这只能没人打，你知道吧。太幼了这。那维恩杀的盖伦不随便杀吗？那有破败。我要把你打回原形。来，可以打。先把这针眼给他排了。拉出来打最好是吗？好，拉出来打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那文音没在。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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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，别扔论厨的。咱先把这个，咱先把这卢仙给他打死。维恩的虚区是真高，我跟你们说，走打大龙。只属于我一个人。还好他出的是盾弓。打完我们打个蓝 buff， 帮我打个蓝。要我说你就别那啥了，别在野区待着了，一会儿人来了。对面狐狸挂机了，是啊，挂机了，被我打挂机了。关键时刻还得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别人都不好使。
下路也打不挂机，上路也打不挂机，只有我们把对面打挂机了。我遵循着魔力之道。你这个大直接拉满伤害了。我蓝的虚区也很高啊。我们站在维音后边，他们现在指定都干这个维音，我们就站在他后边，只有他死了我们才有可能会死，知道吗？别往他前面走，都得干他，扣他一下，再扣炸，杀维恩一，不用交那啥，后边来杀皇子，漂亮 ！A 一中盖伦 W 牛放 Q 开大招，抖抖抖抖抖，为什么我尿的这么慢啊？我只能杀到谁了？炸！我只能杀日女了。哎，为什么我尿的这么慢，他们那些人怎么尿的那么快呀？我就一直按啊，他都不好死，他都没有办法尿那么快，尿的好慢啊。哎，狐狸在哪？狐狸维恩这个英雄还是太猛了。